哎，好 ，OK。他们说的，他们的采棉的时候哈，会染血哈，其实是这一块。哦，刺到。对，啊，会割到了。哦，就是采对采集的时候。哦，啊，其实可以摸摸看，它会不会刺刺的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会刺刺的。啊，他们会戴手套吗？他们不会戴手套。不需要戴手。大家可以再摸一次，借我拍一张吗？大家每一个人的手都上来，好不好？摸摸看。大家手都上来。谢谢，好棒、哦。我也要。哇、啊，谢谢大家。OK。对，好。哎，一颗都已经觉得很刺了。对哦。那里面有几颗？哎，每一朵棉花里面大约有25颗，均量。啊、哦，哎，可能有人说17颗，对。31颗也对，分均量就是25颗，哎。那这个就很要很多手工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那我们有把、那个纸收集起来做什么事吗？哎，纸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里面，就是它要精炼过后是可以食用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以前台湾的金鸡，它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些润滑油的时候，他们是初炼完之后就到金鸡里面去做润滑油。什么叫金鸡？精密机械。对，哦，精密机械。精密机械哪一种？系列系列。你好厉害。那个棉花很天然的，棉花都不用农药。如果说大家要拍那个棉花的时候是羊角，上面的蓝天哈。不用，稍微仰角就好了哈。即使这样拍回去，你们就知道有蓝天了。对，哦，不用后视，真的是蓝天啊、哦，真是蓝天。可是现在看起来没有蓝天呢。回去看你就知道。哦，这样。郑大哥，我看你个公子盖哈，你是从外地再回来，再经营这个棉花田，那就选择在毛巾的故乡、这一段够改够长了吧？好 ，OK， 你们时间够吗？够。好 ，OK。其实我们是从那个外地回来的、哦、那个我们觉得说哈、哦，我们一直看到那个一些基金上面坐在谈什么绿能源，哦，那我们这边能够跟外国的绿能源接轨的只有什么？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玉米，种很多的玉米，但是跟外国的那一种大粮商来说的话哈、哦，其实哈、哦。它是不够的，它是只有一点点而已。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业，或者是一个产业，叫做毛巾。哦，这边的毛巾工厂，最多的时候，大湖尾地区有200多家，有200多家哦，那个声音真的很大哦，只要我们在那个社区里面走哦，都会有听到那一种恰恰恰恰恰的声音啊、哦。那我们就想说，如果产业跟农业怎么做接轨？就是只有棉花而已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它的原物料，哦，那我们去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哦，我的原物料都是进口的，因为不用税金，零关税，哦，那零关税当然这边的农民他就不会种了啊，因为我种的东西我销给那一些加工业者，它的成本太高，啊、哦，它的成本太高啊，所以说他们就完全的进口，那。为什么以前台湾有人种棉花？是因为台湾以前的物资缺乏，所以说他们要盖的棉被，比如说我儿子明年要结婚了，我确定他明年要结婚了，那我就我一块地自己去种棉花。那种完之后，以前因为有那种需求，所以说还有那一种杂花机，也就是说把。棉花的棉絮跟种子哦，脱开来的这一种机器，现在没有，哦，但是我去买了一台回来讲故事，好 ，OK， 那个他们脱完之后，他们就是去打造棉，打造棉被。那我们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手工的棉被师傅，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棉被的记忆。他们的内背里面它有红线，那些红线都是每一个师傅他们对于那一条棉被是谁的，什么时候打造的，他们都一清二楚。那阿嬷的棉被的时候，他们是做什么？哦，他们的棉被是比如这么说好了，因为是阿嬷的棉被，说他盖了很久，那久而久之，他们要把。那个很硬的棉被哈、哦，
再把它那个打对弹哎弹松一点怎么办？再去买一些棉花回来加工。那加工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的阿嬷可能在台北，那我这一条棉被现在在云林，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师傅就会说什么？你这条不是我的，哇，太厉害了，怎么会那么厉害？原来他们对于那一种那种红线是他们师傅做的记号，是对，是谁家产的？对对对，现、哦、跟现在的二维条码是很像的哦。哎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好、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儿子现在13岁、哦、啊，他的恋物癖就是，哎、小棉被啊、哦，那他会去摸，啊，摸了10年了，其实破了2次了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我把这一个棉花种回来的时候，我有那个工序可以把棉絮跟棉籽脱开来的时候，我愿意做一条棉被来做传家。嗯，对，这是台湾的。哎、欸，啊，外国呢？因为刚刚所说的，它的哎、欸，它用的农药真的很多啊，哎、哦。欸这种植物在全球的耕种面积，它只有3%而已，但是它用了25%的农药，哎，所以说大约，哎，除非说它真的是号称是有机的，如果不是号称有机的话，你大约穿的时候可能就是拔掉好了，对，因为农药太多了，哦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想说，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传家也是不错，哦，那哎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想说。跟这边的毛巾工厂做结合，因为这样子的故事才能够延续下去，而不是说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打发掉了。什么？台湾没有种棉花，我们的棉花从哪边进口 ？OK， 完了，哇，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张力。对我们是觉得说太可惜了。哎，哦，那这边曾经有过200多家的一个毛巾工厂或者是相关的产业，那他们的一个工序。其实都是以代工的方式，都是以代工的方式哦啊，所以说，哎，我们把整个产业哈、哦，从原料到产出，如果都在我们这边看得到的话，游客是会进来的。哦，那哎，我们不只说让游客哈、哦，只有到工厂，我们想说，农田也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，而且你看看哦。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的时候，也许这一些农作物它已经成熟了，就产出消费力了。哦，那这个地方的那一种，农民可能就会比较有以后可能他就会比较有消费力的产出。OK。